当媳妇去打麻将，很晚才回来。我告诉她我也出去喝酒，然后偷偷藏在门口，吓唬一下胆小如鼠的媳妇儿，看看她是什么反应。Later， 回来了，还唱着回来的，看来心情不错，直接坐门口了。这是要给谁打电话？王姐，王姐，我到了哈。啊，今天玩的太开心了，下次再叫我。没有发现我，我要开始行动了。啊！大半夜的，怎么会有人敲门？从猫眼看看有没有人。谁呀？他有点害怕了。媳妇儿本来就胆小。谁呀？这也没人啊。关门了，再看看猫眼，把门反锁了，他害怕了，又坐下了。我再来吓吓他。有，这你别笑。谁呀？啊，坐下，转一下眼睛吧。还听听有没有动静。谁啊？准备出去一探究竟。你别笑。还是没有人。他又关门了，把门反锁了，真的害怕了，又回来坐下了。韩冰，韩冰，你快回来呀，你快回来，有人在敲门，一直敲咱家门，你快回来。啊，好害怕呀，你快点，快回来。我再来吓吓他。谁？真吓到了，这回拿上武器了。谁呀？谁敲的门？是谁？谁敲门？谁敲门？准备关门了，再往外看看。再次把门反锁，在门口听听动静。笑死我了，我就在你后面，真想给你一脚。让你打麻将半夜才回来，让你长长记性。人才。媳妇儿真的害怕了。谁哈？别吓唬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带着护身符呢。你别笑。韩冰啊，坐下，转一下眼睛。你快点，我家里一直有人给我敲门。哎呀，他一直在敲门，然后我出去还看不到人。你快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好害怕他家里。你快点的，快回来，快回来。吓坏了，又给我发信息了。我再来几下。媳妇儿去楼道里找，我要出来了。啊！这你别笑。是谁？啊，坐下，转一下眼睛吧。